Okay, 我是 Henri, hi from Kickstarter. So I guess before I go into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to some new friends I didn't meet here, and then there are like 2 points I want to talk about Maker for. I have been here for starting in 2015, and then I'm so thrilled to see MakerFest coming back. I was there as an audience. It inspired me and triggered me to do my own products. We built an electric skateboard at the time, and then start my own business.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 think MakerFest is probably one of the, I guess, the only one event that you will love to bring a family to. Right? Am I right? So guess that's the beauty of it. And I really wish we can get going. 好，那么回到我今天的这个分享，那从 Kickstarter 呢，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位听说过 Kickstarter 或者在 Kickstarter 上面back过产品的，可以让我看一下。那有多少位朋友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发布过产品的？OK, we have some creative. 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 Eric 潘总的这个邀请，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 然后总是在一些机缘巧合的场合经常碰到。那Kickstarter 呢，它其实是站在整个 Maker Community 稍微后端一点，然后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和一个 Community 帮助大家去测试你的这个idea 的一个地方。那我今天主要分享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从 Kickstarter 上面看到了怎么样的一些趋势，然后或许可以回答刚刚某些朋友的一些问题。 那简单的还是来 summarize Kickstarter， 那 Kickstarter 它本身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创业中的平台了，那不管是从体量、market share各方面的数据，也是这个最开始做这样的中共平台的模式，累计金额超过77亿美金，应该其实76.99几吧，大概过几个小时77亿美金，我们总共的注册用户只有3个亿，那月访问量差不多2000万这样子，目前这 Kickstarter 作为一个 中国的创新科技品牌出海的一个手续。关于我自己，其实我其实跟很多朋友都有很多的交集，因为本身我也是个美国人，我大概在15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己的产品，从香港读完书，然后回来做自己的 product， 然后我是21年作为 Kickstarter 在大中华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代表。那我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请大家吃饭，然后来 多做一些 community service 啊，确保大家在这里面玩好吃好。所以呢，你可以把我理解为 Kickstarter 在中国区的一个官方代理人或者一个代理人的状态。我们并不是主要去 BD 或者说去做 customer service， 更多我们是帮助你去成功。在我们内部这个也是一个叫做 creator and backer success 的这样的一个goal。所以第一件事情想让大家理解的是，其实 Kickstarter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在上面测试它产品 idea。 他也赚到第一桶金，但是我们并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e-commerce， 它不是一个 e-commerce， 它是一个 community for innovators and early adopters。那就像所有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品牌一样，它从早期的这个人群，然后慢慢的往这个 early majority 去渗透。中间当然它有很 suffer 的过程，那是否真的可以 make some money， 是否真的可以 sustain， 是否它真的可以跨过这个？ 那么 cash 呢？人群他就囊括了前面和少部分的后面的 early majority 的人。That's why 很多人在上面去发布他的第一代产品，去测试他的 idea。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其实从整个数据面上面来说，大家也看到，因为整个如果说这个人口可能前面的 10% 到 15% 是里面的 early adopter 的话 ，Kickstarter 现在主要是在海外市场。 那确实，这里面等同于我们的用户量，所以 Cash 在整个创意众筹平台份额是超过80%。简单来说，我们经手的或者我们观察到、可以 track 到的，从中国走出去在 Kickstarter 上面众筹的这个项目总金额是超过任何一家其他的第三方的众筹平台的平台总和的。这是一个我们量级的其他平台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另外，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定义这种超大项目， 包括超过了这个Bambu，在去年时候这个项目有一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creator 中国的 maker， 甚至可能这里面这个大项目这一个 community 80%都在深圳，甚至再往下面套80%都在西丽。
啊，就是这么一个粤海街道，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为什么我 base 在这里啊？很明显。那again 回到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国内在做什么？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会在每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会搞一个年终聚会。那这个聚会呢，其实累计下来有差不多将近两万人报名了。今年我们也会搞，然后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 make and fail after party 一下，我们有会很多的活动。简单来讲，国内的 Kickstarter 这个社区，我们高度的汇聚了大湾区可能乃至全中国数千家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品牌的科技型的企业啊。同时呢，它也因为这个独特的平台视角。Early adopter 这个人群，我们可能会比 majority 要有一到三年的这个视野，可以看到可能 maybe 这个品类它可能要开始起来了，可能要变得更加成熟。所以又回到刚刚，其实David 有提到的这个 Apple Watch， 那 Apple Watch 也是 one of the famous project Kickstarter， 它其实累计下来应该做了有将近$1亿的这样 crowdfunding 的 project。过去的十年，我们看消费电子很多的大的品类和主要公司的新的东西，就是因为 KS 本身这个定位，所以才被大家所知道。所以一二年的时候，它开始发布，然后后面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产品出现。居家健身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很关注，并且从 KS 开始出来的。Peloton 它最早就在 KS 发布，你看它当时发布的时候才30万美金，对吧？放在很多咱们中国 creator 眼里，这都不是个事儿。但是它现在也成长成一个。$1 billion 的上市公司，这个就是他从他第一代刚开始就是从 KS 走出来。但整个 3D 打印这个品类其实基本上也是 KS 从一开始就陪伴这个品类的成长，从一开始有这种小型的笔到真正开始有桌面的机器，包括当时的这些 product， 他们现在已经公司不在了，甚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HTC 的 phone， 对吧？都很古早的一些消费电子的东西，但是它一直在，这个品类一直在，人一直在 ，maker 一直在，人类本性创造的这个事情，像陶博刚才讲的，它一直在。还包括201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小型的这个更小飞的一些无人机。除此之外，还有 D2C 的品牌 ，Aubrey's is from Kickstarter，Aubrey is totally Kickstarter brand 啊，它里面从它的一开始的产品，这个整个 project， 乱糟糟的页面。$10,000+$12,000不到的金额啊，开始了一个这个消费品的鞋服品牌的一个journey。再到可能 All Ring 吧，对吧？2016年就有 All Ring， 但是可能在前几年冬奥会的时候，大家看到啊，国家手上有戴这个智能戒指，今年也看到智能戒指开始火了。其实这个事情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有 All Ring 的成功在里面。2018年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种小型桌面机器人，但Again， 可能这个 company 它可能在 product 有可能继续在做，有可能没有继续在做，但是同时有后面还有这个品类持续在迭代。储能为什么我不会放2021年一个最大的那个1200万美金的项目，我放的是它2019年的这个280万的项目，是因为我们其实跟 Coco 也是从2017-2018年就认识的朋友，然后当时其实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赛道，我们觉得这个一定 work， 所以一定可以帮到他。那么，但是当大家可能更多人在2021年的时候，就储能这个爆了，突然有几个大项目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就涌进来很多的其他的 competitor， 把这个行业带来越来越近所以也 proof the point 吧，就我们可能确实会有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从2018-2019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slide 里面开始这个项目开始带一个小国旗了 ，Largo 啊，云鲸的第一代产品。Before 他在天猫上面发布，然后被大家熟知，他最早最早才也是在 KS 上面发出来的做$1,000,000，2019年的时候，然后2019年的应该是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在国内开始卖，然后 Burberry 应该有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产品，做一个微鸟器然后也从 KS 上面出来的。当然，3D 打印机从一开始这个品类有，再到后面。咱们中国公司拓展三维Bambula 开始不断的出新的产品，开始卷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品类里面创新已经这个重心从西往东移了在中国公司的身影越来越多了。Make Out X2 对吧？以前 Make Out 在我们的 Maker 设计里面也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品牌，那它 X2 开始做激光切割，带火这个品类，从 Kickstarter 开始，二零年
最近他又发布了一个新的产品，非常有意思，是一个用激光切割做丝网印的一个 DIY 工具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产品，也正在 Kickstarter 上面众筹。包括202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家用电焊机这样的一个品类啊，电焊板工啊，他当时做了$700，他的那个。Bambula 的$300的那一个 order 是我 back 的，only stand for myself， 不是 for Kickstarter， 我用自己的 budget 自己的钱去买这台机器，所以早买早享受嘛，就是应该上 Kickstarter， 就不用在双十一等，对吧？那还有了割草机，对吧？大家也今年有看到，那我们其实2020年的时候 ，Luba 包括在之前的割草机也是一个很 hot trend 的一个品牌，泳池机在去年的时候，XR 的 AR 的眼镜。还有一些户外的小产品，带灯啊，在从它从 design 的层面啊，从它用户视角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三角架的灯啊，塔灯啊，也是从 KS 走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我觉得结合了艺术和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很 maker fun 的产品，这个锦鲤灯，它本身也是个华裔的美国团队在做一个 design studio， 那他就把这种中国的这种文化，锦鲤这种文化，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锦鲤灯，里面放小电机，它可以自己跑，然后它不需要任何一个铆钉去连接它，它可以直接很 DIY 的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也是用 KS 走出来。包括今年还有 OSS Mini， 对吧？它也做了有$100,000的项目，它就是一个磁控的一个小珠子，然后在这个沙上面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啊，让你觉得很 chill 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trend， 我们从很硬的东西开始往提供情绪价值的品类和产品开始玩了。那今年最大的项目是 Time Mode， 它是一个电动的一个磨豆机啊，做磨这个咖啡豆做了$500，包括智能的厨电，这都是中国公司他们正在 Kickstarter 上面这些 maker 这些 creator 去做的品类和产品。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说到底要怎么样做好一个 Kickstarter 项目？我觉得 apart from 你产品本身怎么 deliver 所有东西，最好归纳总结，我觉得就两个点。你首先肯定是个好产品啊，好产品代表它好看好用啊，人们会买账，对不对？你的这个 value 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至少是 make sense， 不是你拍脑瓜子一下想出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是真诚且有张力的表达，这个从刚刚所有的案例上面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可能是很多我们工程出身的人。Engineer 他未必可以在一开始中所具备的视角，但没有那么难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纯工科出身，我没有上过一节 marketing 的课啊，没有上过一节商业的课，但是也是从 Kickstarter， 也是从做众筹这个过程，大家慢慢去打磨。所以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做技术的写代码的，好像就搞不定 marketing 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只要你亲自去做就可以了。那整个过程呢，看过来，从2008-2009年开始有众筹平台，一直到现在，一个非常强势的 trend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你看到头部的 agency 和服务商的 ecosystem 是从2017年到2021年时候慢慢成熟的。以前我们在最早期做这样的 project， 是我们要去找海外的 agency， 但现在很多都在深圳，基本上就只在头部的在深圳全部都有。然后你慢慢会发现，另外一个 trend 就是从2012年开始。它开始往泛消费领域发展，就是它产品不一定非得要带电啊，不一定要非得要有一个很哈酷很哈酷的人物的东西。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数据吧，比如去年我们是首次所有中国项目累计的众筹金额超过了$1亿啊，平均的金额超过了$160,000，这还是我们能 track 到的，因为它需要海外主体，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项目它是不是国内的公司。而它是保持这个增长，但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会受影响，但你可以看到它回来的力量非常的大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兴奋，可以看到 Maker Faire 我们又重新开始在这里聚起来去办，就是又回来了，人还在啊，东西还在。而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看2021年的十大项目里面有7个是中国的项目，其他非中国项目可能都是不带电的产品。但如果你看2022年的四大项目的时候，有9个全部都是中国项目，而且门槛一下子拉高。其实这里面10个都是中国项目 ，Virtual China Chinese Product， 对吧？全部都是外电，都是中国项目。那你再把这个视点放到 Top 30的时候去看，你会发现更多那样的百花齐放的品类，有做手表的，有做小机器人的 Laser Cutter， 有这个折叠型的户外的 Kayak 的船，对吧？有贴在头盔后面的东西，有一个锅碗瓢盆的东西。都可以，它不一定说非得要很硬科技、很硬很硬的东西，硬的东西当然 OK 啊，不是说不 OK， 但是可以把这个视点
视野在打开的。那因为我们会12月9号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年度的复盘和数据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上半年看到的东西。上半年的 Top 10里面已经有7个是在中国了，而且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其实中国项目开始有不带电的产品啊，开始有就是做个三脚架的都出现了。所以简单的来讲一讲，其实 Kickstarter 为那些致力于打造全球品牌的早期创业者提供了一个最高效的路径。这个路径是服务于所有 maker 的 community， 它自然也是 open to 所有的热爱科技的人。最后就一句话了 ，Kickstarter 陪你做大做小。这个是我的公众号，因为我们还没有官方公众号，但很快会有，所以有些官方东西我会发到这里。我的邮箱就是 china@kickstarter.com， 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找到我，并且获取我们 AS 在中国的更多的新的动态。好，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的 OK， 谢谢 Henry。就听 Henry 的分享，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就像在听我班主任讲。就你看隔壁小张又考多少分，你们呢 ？OK， 我们可能时间有限，还有两个问题。哎，观众你好，我是做那个咖啡器具这一块的，然后呢，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什么类型的产品更适合上那个 Kickstarter， 或者是通过 Kickstarter 怎么去发现一个行业的一个趋势？我讲两点吧，简单讲两点。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就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碰到有投资人朋友啊，各种大都会来问的问题。那我的 criteria 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会更喜欢更支持一些所谓看起来 niche market 的东西，但是它的用户粘性很高。因为从我们的就 again， 我们是一个想打造 community 的平台嘛。我们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平台去支持这些看似小众需求，就没有人做，对吧？大的 e-commerce 它的门槛很高，它要做的是更标品更通过的东西。这个全球你看，哪怕是国内所谓的中国平台，对不对？只有 KS 可以做。所以你问什么样适合，那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个很高的用户粘度。先不要管这个人群是不是真的好像是那么大，不用 care 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也会支持。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会建议大家去多看一些不是那么高金额的项目。就是我通常会碰到很多人说啊，今年有几百万美金，像每个人上来我要做百万美金的项目，然后对吧，赶紧冲呗，然后做投资的时候，哎，你把你的前面百万的项目拉过来看，你能不能聊一遍？大家都太关注头部了。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的数据，就是可能超过百万美金项目，我们一年可能中国项目有1000个，里面超过百万的20个、30个，对吧？那这个当然已经比别人好很多，别的平台可能就个位数。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池子，它在几十万美金，它已经 proof 了它的 product market fit， 它有上千个 backer 来 back 它，但它并不代表它这个金额一下就冲得非常的高啊。我觉得要多去关注这个里面的东西，要去理解这些上千个 backer 为什么愿意花那么一些钱去支持一个看起来不太成熟的东西。OK， 哎，你好，我也是一个这个 maker， 包括我自己现在有家公司是就是从，因为本身也是一个产品经理，然后我自己从这个大厂出来以后创立了一家公司，现在我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都是您刚刚讲到的这种。它切入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但是它的用户粘度是很高的这样的产品。但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我们初创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更加于聚焦于怎么把这样的产品给打磨得更加细致一些。但是这种产品，像我在同样的一个赛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有很多这些就是资本很强大的公司，它已经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或者是。他已经有这样的东西，我抛出来了以后，瞬间就包括我做一系列的专利维护的时候，我也有可能被他这样去打掉。所以就是我想知道 Kickstarter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众筹平台，就是有没有一些能去对我们这样的公司去扶持的一些这种政策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服务吧。
我们一直都是跟体量小的包括早期的公司站在一起，当然大的品牌我们也很欢迎，如果他是可能以 subbrand 什么我们都会给他做，但是我们其实这杆秤一直都是想要去多支持一些小的创业公司小品牌，因为 Kickstarter 它的名字就告诉你它是帮助你从零到一开始，这是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态度。第二呢就是说，只要你产品好，就是你认为你的东西确实好了，并且你从你的这个核心的人群里面有一些很多正向反馈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的交流，看它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们能给到你的怎样的 support， 我们会给你 project review， 我们会给你推 newsletter， 我们会给你版位，这些东西都是 free 的，都是这些资源平台资源都是 free 的，我们更像是一种类似于编辑精选的这样子一种资源的推进的逻辑，不是说好像这个公司它的预算多它来采买，没有采买，没有不像电商平台这样做，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你在所有公司不管它体量大和小，它在 Kickstarter 的起点都是一样的，希望可以回答你的问题。